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猪猪，欢迎光临我的命理频道。最近大家会比较少看到我在出视频或出文章，因为最近星象出到了一个对我来说比较适合闭关修炼，好好充实一下自己的阶段，所以这几个月我多看看书。那么给大家分享的话，就是可能都多偏一些书上的啊，还有呢，如果大家如果有兴趣跟我投稿哈，我也很愿意再继续出一些素人企划案例。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我觉得蛮邪门的，就是在现在所在的壬寅年壬寅月，然后这个关于寅巳申的这个话题，实际上我在出年运的时候已经看到很多小伙伴给我留言了，你们在瑟瑟发抖。那我也有一点而且进入这个星象不久啊，这才几天，我身边我的认识的人，还有我的学员，还有我的客户，都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寅巳申相关症状，所以我还是想出个视频给大家提醒。首先，寅巳申是什么呢？关于地支的刑克啊，大家不要太 over， 就是太担心啊，不要太夸大他的这个害怕。因为如果大家看一下三命宫位哈，我买的是这个华林出版社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第上册的130页，它实际上有讲一下，它语言很深奥难懂，但你大概过一遍，你会发现，地支的刑克呢，12个地支都会参与。所以你总会中招的，你有4个地支，你最多就是最差的，就是所有的刑克都来一遍。那有寅巳申的刑克，有丑未戌刑克，那有这个子卯刑，还有4个字刑。所以如果你真的那么担心，每年你都会觉得世界末日，那当然不是啦，不至于。但是当刑克一出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反应这么强烈？那就是因为就大家对刑克特别有感觉，地支之间的刑克是一种总是在存在，拿个小刀子剜你的心，它就是让你一直会感觉到这种不爽啊，它不会放过你，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大家好有感觉。那去年辛丑年的时候，因为很多人会轮到丑未戌嘛，丑未戌的刑克比较特殊，是一种持世之刑哈，所以而且还是土之间的刑克，有点像末日审判的，会埋藏一些东西啊，就是让一些东西下定论。所以有点尘归尘土归土的意思。那所以去年你看我好多视频都讲了一些名人的丑未戌刑克，但今年的话这个寅巳申的刑克又要来了嘛，你看如果盘里哈，注意啊，因为现在是寅年寅月上来就引动，如果你盘里有巳有申的啊，或者本来寅巳申就都有的，这个月你就进入了事件高发期。什么样的事件呢？我给大家讲一讲我已经经历到的听到的。生孩子啊，一堆来这个已经到临盆期、临产期的妇女朋友们来跟我说，这个已经查出来就是不好生，然后医生就是要紧急剖，或者是医生跟他会诊，就是说他1、2、3、4、5各种各样奇葩的问题，你听都没听过的都是，然后就要剖腹产，赶紧剖啊，没关系，虎妞好的好呢，我已经帮好几个人算过时辰了，就生虎妞啊，虎年虎月的虎妞多好，虎娃虎男娃也很好。所以就剖腹产呢，那多亏现代医学，这个寅巳申刑克它就印成了剖腹产 ，which is fine， 没关系。那还有什么呢？我自己本人上来就掉了，就牙齿就掉了一块，特别神奇。待会儿给大家讲哈，因为寅年寅月参加到寅巳申的刑克是对精能量非常受克的。我本来还没有觉得，我觉得还能怎样，结果哎上来就这样，然后牙齿各种出问题，然后最近腰椎颈椎各种出问题。啊，我各种做运动都调不好，真的很痛苦啊！说到这儿，就先跟大家一起跟我晃一晃。然后还有什么呢？车祸啊，好几个。哎呀，我知道你们肯定要给我留言，谁有遇到想要擦伤的，那还是好的。那我自己还有好朋友，就是莫名其妙开在车上被撞的。所以其实寅巳申也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那么我们讲一讲原理好不好？三密通会的东西你们是看不懂的，反正它就是老不说人话。我们小黑板又出来了，用这个比较直观，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它有好多种解释方法，比如说术的呀，或者是它这里面地支残干互相是怎么刑法，那个东西你可以看可以理解，但是你很难记忆。我觉得用这种方法我觉得好记啊，也就是这三，你们记住哈，寅巳申这3个地支，它分别代表的是3个五行局能量的长生处。寅呢是火局的长生之处，巳呢是金局的长生之处，看得到吗？然后申是水局的长生之处。什么叫长生呢？大家举个例子，女生一定能懂，哎，男生也可以懂。就是比如说我们夏装啊 ，fashion 的这个行业，夏天要发布它的夏装，我会什么时候开新闻发布会或走 T 台？我肯定不会是5月6月，肯定是春季。
二月三月我就要开始，因为我让大家知道今年夏天啊，我是比如说我是范思哲啊，我这个牌子啊，我今年夏天要留级什么，让大家先做一个 preview， 让大家做好准备。所以它就是这种感觉啊，所有的能量，比如说火能量在夏天在登场，是它的主场，但是在春天迎这个月份，就现在嘛，二月一春天，春天第一个月它就要走一走 T 台就亮相了。所以其实这种长生之处是一种蛮强势的感觉啊，那就好比这有三个牌子，这个是迪奥。哎，我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我好记，不好意思，我最近记性也不好。这个叫 Versace 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这个是 LV 吧。好，这三个品牌在你盘里全部亮相，也就是他们是代表三个五行局的长生处都在走 T 台，所以它其实都是什么呢？都是比较强势的元素。你想想看，如果是要办一个时装发布会，那实际上他的设计师，他的所有品牌运营总监其实全部都卯足了力，钱全部投下去的。所以五行局的长生之处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这个品牌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它全部，你看三个品牌在这儿能不打架吗？为什么呢？他们三个之间是互相克的呀。看一看哈，荧幕哈，这个它是火局长生，而四它是金局长生，火就是克金的。那么四的话，是这个里面注意哈，它是金局长生，它同时是土最旺的地方，戊土啊，你把它当中戊土很强的地方，它这里面的土就是去克什么呢？克这个水，因为生是水局长生，而同样的，它是水局长生，它是火局长生，水又是去克火的，所以他们三个之间，就是相当于三个五行局之间互相在打架。由于这个东西，就形成了你盘里三个品牌都在互相交战、互不相容的场面。那大家都很优秀啊，谁也不缺谁，我们资本都很强，我为什么要让你走第一个 T 台？我当然想要走第一个，或者是应该说压轴，对不对？所以它就是有一种我们之间互相并不共存的感觉。而且注意哈，寅巳申的刑克其实是长生局的刑克，对不对？而丑未戌是基本上它都是木库嘛，四木库地支，所以它是木库局的刑克。所以其实啊，寅巳申的刑克还要更烦一点呢，我个人觉得它就是要更加的来得更猛，让你很难预知，很难未知。因为丑未戌的刑克有一点是属于那种勾心斗角了很久，我早就看你不顺眼，我今年就要弄你，然后你有点感觉到，哦，我有小人，他可能要弄我，你还有点感觉，因为那是三个土的余气之间的刑，而这个之间是长生之处的刑，就是我也是时装发布，你也是时装发布啊，那可能啊，这个我们两个曾经关系还挺要好的啊，就或者表面关系挺要好吧，好不好？可能都在一个总集团下来，哎，迪奥好和 LV 好像确实是表面上还可以，你看表面上就是木生火嘛，表面上可以的，但背地里呢，它是火，它是金，火就炼金，所以实际上它背地里相当于他们之间的设计师就互相看不顺眼，就斗得很凶，而且大家都是年轻气盛，还不是丑未戌之间那种老谋深算，知道吧？所以寅巳申的刑克是有点那种有点还蛮多无妄之灾的。像我也会出一个视频吧，谢娜最近的事情就是她就典型在寅巳申里面，知道吧？她就是比较无妄之灾的感觉啊，所以大家记住哈，你的盘里如果出现了已经本来就原装就有寅巳申，那么祝贺你，你本来就集合了迪奥、LV 还有范思哲他们之间的互相打架，所以它会造成什么呢？其实就是你这个人有一点六亲不认的感觉，说白了就是这样。那六亲不认这个东西是一个中性词，它往好的方向走就可以是它有点那种秉公执法，然后谁他都不会被任何人收买，他们谁收买得了谁，对吧？这三个谁都没在管谁啊，所以其实如果是一个好的八字，注意哈，刑克也可以有好八字的啊，有些人是有句话叫君子不行不发，好的八字有刑克在，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就是那种大法官、大将军、包青天这种感觉，因为谁都收买不了他啊，那哪怕是比如说这个自己从这个国家不应该，比如这自己从这个军队来，然后但这个军队他做的事情不好，那么他也会背叛自己的军队啊，就这种感觉。那如果是不好的情况下，寅巳申的刑克确实就是白眼狼，很容易遇到白眼狼的事情。Either 你是那个白眼狼，就比如说你父母明明就给你很多恩惠，哎，你就总只记得他们的不好，
或者是别人白眼狼的你，一般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生了一个孩子，你对他很好，但他总记得你的不好。隐私深的行客非常容易是这样，而且有一个特点哈，大家都是长身之处，大家都年轻气盛，谁都不解释，所以隐私深存在的人。存在隐私深行客的人很不喜欢解释，向别人解释自己其实我是好心，没有啊，反正就是你看得懂你就看，你看不懂就算了，而且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跟谁都并不是非常亲近，因为这三个五行局的能量之间谁都不会服谁啊，所以并不会，你的性格哈绝对不会偏向一方，就是刚才我说的不容易被收买啊，你各个方向就可以非常辩证的看待，自然你这个人嘴就比较毒，比较挑剔。所以银丝身行客的性格最明显的最直观你们听得懂的性格其实就是挑剔，来个这个啊，可能别人送你一个鸡汤来喝挺好，但是姜放少了我不喜欢，我心里知道他是为我好做这个鸡汤，但是他就是不好喝所以银丝身的同学们你们能感觉到哈。那么回到这个月最邪门的这个壬寅年壬寅月，注意哈，现在寅的能量非常非常的重，如果你盘里哈本来只含四根身，那么现在寅一加入什么意思，它的火局能量开始变得非常强，所以什么火就克金excuse me， 看我要开始咳嗽了，我这个月经常这样就是因为火去炼金，所以金能量会变得非常弱，我就是一个盘里本身劲已经很弱的人，也就是呼吸道系统啊，咽喉系统，还有牙齿骨骼系统本来就不怎么样，在这个寅年寅月来的时候，火就开始疯狂克我的筋所以我的牙齿就直接掉了一块，没有掉完全啦，但是我自己也吓一跳，就掉一块，直接天天流血，然后还有就是我说的骨头很疼。那么你盘里哈，注意如果是带四跟带身的同学，两个东西如尤其是在什么，这两个东西如果在你的日柱跟时柱的话要更加小心一点点啊，你的这个月说白了就是火炼金炼得非常猛，你的这个呼吸道系统啊，还有你自己的这个小一定要小心这个腿部神经腿部的骨骼啊，然后这个腰椎什么之类的要千万小心一点点，然后还有什么呀？还有盘里，我想想看哈，寅同时也是一个生子成局的驿马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盘里，我们在连带哈，你盘里有巳有申有子有辰，也就是属鼠的、属龙的，还有盘里带子辰这些的话，你盘里这个寅来，多多少少都会给你带来一些变动哈。那希望你没有搭到这些啊，搭到如果四根身同时搭到就非常烦，而且你们自己看一看日历。今年这个月还有壬寅日的，好像2月18号是壬寅日，就更猛，所以2月18号那天一定要小心啊！所以我争取在，我应该可以在那天之前把这个视频出出来，让大家小心一点。然后你们自己看一看这个月所有的生日，还有寅日，还有寅巳申这三个日子，你们都要小心一点点啊！出门一定要注意。这个月刚好紫微斗数这边，我们武曲星在化忌，武曲忌多的是一堆骨折，什么还有出车祸的、金属创伤，还有拿刀把自己割了的，又就印到了这个八字盘里面的。我们现在火能量很重，金非常受克，非常非常受克。所以我们再说深一步，就是如果盘里火是你的启用神的话，那祝贺你，你这个月的行只会行出好事来，可能就四个逼，然后最后你四成功了，你就赢了嘛，对不对？这个意思。那如果很不幸金为你的用神的话，哇，这个月你衰到炸，一定要小心无妄之灾啊。 OK， 这个视频到这里，我继续去咳嗽了祝大家这个月健康，下期见。